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，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课注》696页，倒数第五行，课题光理。光色摇晃，静极严厉。经文只有两句说明生活的空间，光色晃耀，晃是光辉的意思，光辉灿烂，耀是照耀，如前面所说的。光中有色，色中有光，互相映视，故曰光色晃耀也。严厉，严是庄严，厉是美丽，极其严厉，严厉到我们无法想象，我们也实际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它，正像佛在经上常说的，为正方知，你到极乐世界你就明白了，怎么形容都是很有限的。底下一小段呢，说大小，楼观兰春，唐玉房阁，广狭方圆，或大或小，大小不定。唐是殿堂，我们平常人家客厅，接待宾客的地方，鱼是卧鱼，单单说鱼字呢，鱼是房的边缘，我们叫卧檐，房子盖在墙上，撑出墙外面。这一点这无言那么有的宫殿，宫殿的言呢就很深撑出去，外面是走廊，走廊在无言下，
啊，那就不是普通人家的居住环境啊，所以是大富长者、大官贵人。啊，那么在古时候，能够居住这样环境的，啊，应该都是县市长以上，啊，他们有爵位，啊，可以居住这个房子。那官越大，他这个位越伸出的幅度就更广。也就是外面走廊很宽宽爽啊，那么再就是寺院啊，寺院能看到啊，寺院是对佛的尊敬，所以佛的大殿外面都有走廊可以绕佛啊，绕佛在走廊，这是决定不干扰大殿上修行人啊，大殿里面有止境的，就是坐禅的，有拜佛的啊，绕佛是开口念佛，有声音的，禅修没有声音，拜佛也没有声音，所以绕佛在大殿外面走廊，两面都不干涉。这个是最理想的修学环境。我们看念老的小注，唐。就是殿，古时候称堂，汉以后啊改称殿。啊，其实堂跟殿是一桩事情。啊，语是无边无言，这个我们在古建筑物里面，啊，现在只有寺庙，到寺庙能看见。房呢，是住者，又堂之中为正室，左右为房。啊，堂通常都是三间。啊，当中这个大厅叫正室，旁边叫厢房。啊，左右两边有厢房。啊，那么这是居住的地方。阁是楼阁，广狭了是宽侧，这都是讲的大小。啊，广是大，狭是小，方圆呢是讲它的形状。这种楼阁有圆形的，有方形的。啊，又凡以直线连缀的，那这都叫房；以弧线形成的呢，这个都叫做圆。啊，例如扇形，扇形是尖方于圆。啊，我们在大会堂里面可以看到，啊，它的舞台多半是扇形的。啊，那么大厅可以容纳几百人、几千人。啊，有方形的，有长方形的，有扇形的。那么这是说它的居住环境的大小。单单讲楼观
南春，唐于方国。啊，还没有说到这个殿堂外面。第四段呢，讲居处，这在哪里？或在虚空，或在平地。啊，其大小高下，或在虚空啊，它的房舍、楼观都在空中。啊，或在平地，夜夜随人心意，随念现前。这一句很重要。随众生的意思，想升到空中，他就到空中去了；想在平地，他就在平地上。啊，样样都如人愿。居住的环境需不需要人工去建筑呢？不需要。啊，你想什么形状，它就变什么形状。啊，随心所欲。我住的这个地方的，我心里喜欢圆的，它就变成圆的。啊，一切没有一样不是随心所欲，衣食住行，样样随心。所以，这是人类最理想的居住环境、生活环境、学习环境。到这个地方来学习，没有一个不成佛的。啊，学习圆满就成佛了。常寂光净土自然现前。他方世界无需留恋的。啊，我们要一心一意专求西方净土。啊，再不去想别的事情。啊，十方世界一切美好都在极乐世界出现了。到极乐世界就等于到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最美好的地区。啊，真正是得大自在啊。我们人人都有份，因为每个众生跟阿弥陀佛的缘都非常之深。佛念众生，众生把佛忘掉了。啊，我们只要把这个找回来，这一生就圆满成就。下面念了的注解告诉我们，其大小高下，这个大小高下就是讲的居住的楼台亭阁。啊，或在虚空，或在平地，夜夜随人心意，随念显现，如无意的所居七宝是者，终有在虚空中者，游在地者，终有啊，于令舍者最高者，舍者极高；终有啊，
余令摄戒最大者，摄戒极大。中有余令摄戒在虚空者呢，这是戒在虚空，戒自然随意也。在所作为，这是经上说的。聂老底下几句话告诉我：故知彼土这些之形状、颜色、大小，以及深空在地，皆夜夜如人之意也。应念而行，这几句话说得清楚，说得很明白。啊，我们要记住，这是真，这不是假的，事实真相。又唐以曰，于众生前自然出现，人皆自为过出其功。啊，他们那边物质现象非常奇妙，我们这里物质不能重叠。啊，他们可以，他们可以重叠。重叠的人自己以为住在自己家里，啊，我这个家跟你家的屋子重叠了，我感觉的是在我家，你感觉的在你家，奇妙之极。啊，可以吗？应当可以。啊，因为我们这个世界是重叠的。啊，最明显的例子，很多人都知道的，人鬼杂居。啊，可能我们这个楼房，我们自己人住的，鬼的房子也在此地，跟我们重叠的。我们看不到他，他看不到我们，实际上是在一起。啊，那么娑婆世界有这种状况，极乐世界就不稀奇了。啊，但是他们可以随心所欲，这一点我们做不到。啊，我们无法叫我们这个房子升到空中。啊，没有这个能力。西方极乐世界有。啊，我们这个世界遇到海啸无可奈何，生命就舍掉了。西方极乐世界如果遇到海啸，它可以把它的房子上升到山顶，那它一点都不妨碍啊，甚至是在空中，那空中海啸就干扰不到了。啊，极乐世界的自在呀。又唐译本里头说，于众生前自然出现，人皆自为过出其功。啊，都觉得自己住在自己房子里。啊，所以他那个房子飞行，他都没妨碍。啊，两栋房子，这个建筑人不动，他从这里穿过去，没有感觉，没有感觉有障碍，没有感觉的妨碍别人。居住在这个自己房子上，也没有觉得我们自己房子有被别人干扰，没有。这些境界都是我们意想不到的。
啊，如果不是真正有这个事实真相让你看到，你怎么会说得出来？啊，所以我们凭这一点，经典里面所说的话，不是凭空想象。啊，凭空想象不出来。啊，那么这些，如是无量众生，就有啊无量功德，互入互融，这四个字非常重要。那互相欺辱，互相包容，而没有障碍，啊，彼此无碍。正行《华严经》上所说四事无碍的法界，啊，他的功德可以包容阿弥陀佛的功德，阿弥陀佛的功德也能入他那个小功德，大小无碍。互融互如无碍，幕后总结自在。啊，皆自在，清净安稳，微妙快乐，应念心情，无不具足。啊，清净安稳，微妙快乐，慧素云，无无助。我们这个世界，佛说，这就是现在人讲的染污，有五种严重的染污。啊，第一种呢叫戒住，戒是时节，我们这一段的时空间，啊，20世纪的最后这个阶段，啊，20-30年，20世纪最后的20-30年，也就是我们常说70年代以后。到现在，这个地球产生了空前的染污。啊，过去有染污不严重，啊，现在的染污非常严重。看这个趋势，我们看不出染污能停止。我们看到的染污频率在上升，一年比一年严重，严重到非常可怕，有威胁我们生命财产的形象了。啊，让我们想到人类如何能够依然存活在地球上。啊，这是在过去30年前不会有这种概念的。啊，人不可能有这种想法。啊，但是现在有这种想法人太多太多了。啊，每一天看新闻报道，看媒体的广播，啊，有非常明显
很深刻的觉察。这时代不好，时代怎么不好？时代不好是总相，下面四种呢是别相，就是分开你细数，因为有下面四个。第一个烦恼，自私自利是烦恼，是非人我是烦恼，贪嗔痴慢是烦恼，五欲六尘是烦恼。烦恼从哪里来的？佛告诉我，从贪嗔痴来的。那么现在地球上的居民，贪嗔痴在膨胀，看不出贪嗔痴有收缩的这个现象，看不出，只看到它不断在膨胀，而且加速度的在膨胀，造成人与一切人的冲突，利害冲突，人与一切万物的冲突，人要夺取，要占有，人与天地鬼神的冲突，真有冲突，人不相信有天地鬼神，不尊重天地鬼神，天地鬼神不是圣人，是凡夫，我们不尊重他，他也不尊重我们，我们漠视他，他们要干扰我。烦恼主啊，烦恼的染物啊，烦恼有多少？无量无边。大乘经上常说，八万四千尘劳，八万四千烦恼。佛说八万四千法门来对治烦恼。来克服烦恼，人要真的学习，真相信，真接受，真学习，可以从五浊里面跳出来，第三个呢，众生处，众生处怎么解释？众缘和合而生，这叫众生。那么那些许多和合的缘都被严重染污了。我们人的身体四大五蕴和合而成就，四大染污，五阴染污了，这怎么办？染污的根，这底下一个见处，见是什么？我们对于整个宇宙，万事万物，把它看错了。想错了。于是乎，我们就做错了，说错了。那就造无量无边的罪业。
啊，无量无边的罪业出现了，无量无边的恶鬼道跟地狱道，啊，还有畜生。地狱恶鬼我们看不见，畜生看见，畜生你看到，每一天地球上多少物种植物跟动物在这个地球上消失了，每一天有多少物种发现，这是属于众生浊啊，好的物种对我们有利的消失了，不好的物种对我们有威胁有害处的，哎，出现了。那我们在信息里面看到的医学界发表的病毒，新的病毒被发现啊，还没有对治的这些药物啊，那么这种病毒扩张就是所谓的瘟疫传染病，非常严重啊，遇到了3-4个小时生命就结束了，这么快啊，医治都来不及这过去没听说的，不要说很久啊，30年前没听说过啊，最近这几年发现。啊，最后一个是民主，具足前面四种猪啊，这个命就苦了。啊，活在这个世界，一样也是在受罪。甚至在人间受这个罪啊，还不如恶鬼畜生。恶鬼畜生有时候比人还好一点。啊，所以我们从这些现实状况，我们能够体会到佛说的一句话，千真万确，就是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这些东西全是心心识别啊！所以佛说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我们为什么不想善，就想恶？没人教啊，啊，古圣先贤确实比现在人聪明，在中国这4500年有历史记载。啊，25个朝代，这25个朝代的君王、国家领导人，啊，他会教，
他教全国人民学伦理、学道德、明因果、敬圣贤啊，所以取得一段的时间，长治久安，太平盛世。啊，那么不负责任的领导人，他对于教学疏忽了，就会产生动乱。啊，群众起来去革命，不是这番。另一个政权建立，如果不依照祖宗的方法，啊，自己用新的方法，寿命不长。啊，第一个，为我们做例子的就是秦始皇。啊，秦在春秋战国是强国。啊，到秦始皇利用商鞅变法，啊，用法治，15年亡国，人民受不了了，把他推翻了。啊，汉朝建立，汉武帝就把治国平天下的理念肯定了。啊，用儒来治国。啊，用符来教民，啊，教化人民，用道来祭祀祖先、天地、鬼神，啊，中国传统文化于是乎就形成了，一直绵延到满清，啊，特别明显执行的是元明清三代，啊，这个700多年了，出现盛世，不但是盛世，在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盛世。超过古代，啊，超过汉朝的文景，唐朝的贞观开元，就是康乾盛世，啊，康熙、雍正、乾隆，啊，一直到嘉庆前半段，啊。150多年了，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国家，最强盛的国家，啊，最文明的国家，社会安定，人民幸福。啊，你要问怎么造成的？教学为先。啊，在这样的乱世，全世界的人人君子，
我们在联合国看到的啊，这些会友都是学者专家，我心目当中的仁人君子，这些人都有爱心，都是天天在想怎么样帮助世界恢复安定和平啊。但是这半个世纪，愿与四位愿望是一桩事情，实际环境又是一桩事情，所以让这一些人对于世界社会还会不会有和平，信心失掉了，没有人相信世界上还会有和谐。啊，大家有个什么观念？这个世界上终归还是要斗争战争，弱肉强食，有这种强烈的概念，这个念头不好啊。为什么？现在连量子力学家都知道境随心转，我们这个念头不好。那换一句话说，社会要想安定和平没指望啊。怎样才真正能够安定和平的，我们要有这个信心。信心怎么建立？谁有能力来帮助这些人恢复信心？这才真正是大问题，是问题的核心。啊，为什么这么重要？因为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我们的念头不好，我们对于世界和平感到灰心啊，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那怎么办呢？准备战争。所以许多国家天天都在加强国防经费，都在研制新武器啊，在这一方面认真在做，这不是好事情。的念头不好，为什么不在和平上下功夫，在教育上下功夫啊？大家没想到，认为这个东西不是真的啊，到时候不管用。啊，以教育治国，收到非常好的效果。我们在斯里兰卡看到，这个国家完全接受佛陀教育。2300年没有中断，佛陀灭后，阿育王的儿子到斯里兰卡把佛教传过去，一直到今天没中断。
世代代守住佛陀教育，所以这个地方人过的生活是安定和谐。啊，这个世界大国不会欺负他，为什么？他弱小，他贫穷，啊，他最可贵的就是佛陀教育没有丢失。我们到斯里兰卡就看到2500年前出家人的生活，出家人的事业，出家人真的是一无所有，真出家了，财产都在身上，三衣一钵。除此之外，他什么都没有。啊，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，在那里还能看到。啊，真正修行人过着世尊当年的生活。啊，有一些在山林里面有山洞，住在山洞里头。啊，也有山洞是自己挖的，不大，一个人在里头打坐可以。啊。与外面完全隔绝，啊，住在这个地方，现在托钵不多。附近这些居士们知道，自动组成护法，啊，每一家呢轮流供养饮食。啊，每一天是一家人，居住地方农村村庄大，人多，啊，大概是2-3个月轮到一次，啊，住的人不多，少的大概1个月轮一次，啊，照顾出家人中午这一餐饭。他们比其他的不要。啊，随出家人容易成就，他没有杂念了，没有妄想了。啊，其他地区出家人比较困难，他妄念多。杂念多，琐碎事情多，这些干扰他修行，他心不清净。啊，那么斯里兰卡这些出家人对社会的贡献就是教学，首先是身教，让大家看到出家人，学出家人的知足常乐，跟外面的世界共存共荣，啊，与人无争，与世无求，无求跟世界人不会发生冲突。冲突都是有求，我也求，你也求，啊，就会打起来，无求。
啊，斯里兰卡的居民，知足常乐。啊，出家人天天做样子给大家看，大家亲眼看到。啊，有问题向出家人请教，出家人都会详详细细给他解答，讲经教学。没有中断呢、啊、天天在教啊，天天在做榜样啊。所以他2300年不改变。啊，到那边去就想回到2300年前。啊，看到这个地区以佛教治国，以佛教行家治家治国，啊，我们相信他们对全世界会做出最好的贡献。啊，现在的媒体发达，必须要做出榜样，别人才会相信。啊，佛法你没做到，说他怎么好怎么好，没人相信。啊，大家都做到了，事实摆在面前，他不能不相信。这才能有救啊。啊，我们看到斯里兰卡的儿童，我心里就是在想，地球上什么时候会恢复安定和平，这些小孩长大世界就和平。啊，我们今天有使命有责任帮助这些小孩，要给他们制造学习的好环境。啊，那就是要办佛教大学。希望这些小孩都能受到最好的教育。我们全心全力给他们制造机会。啊，希望他们将来真正觉悟，团结佛教，再扩大团结全世界宗教，以仁慈的心，以仁慈的行为，啊，帮助苦难的众生离苦得乐，啊，恢复世界的安定和谐。啊，我们可能见不到了。啊，总在20年之后，啊，这些小孩们起来了，他们现在7、8岁，10、10几岁。啊，去。今天的护法太重要了，啊，护法的带头是他们的总统马辛达，啊，跟强的马国斯带头人呐、啊，
我们认识，我年岁大了，啊，快到90岁了，什么也不能干了。啊，我们以影响力，全心全力协助他们，啊，也为佛教做出最好的榜样。我们全心全力的奉献，名闻利养别人都不沾，啊，我为什么做？为正法救助，为众生离苦得乐，为这个啊，与自己毫不相关。啊，三宝护法神护佑，给这个世界带来一线光明啊！我们这个世界无着卧室，着卧到极处了。我看到古大德的遗言啊，教给我们观察兴衰的原理，一个人的兴衰，家庭的兴衰，公司行号的兴衰，社会的兴衰，国家的兴衰，世界的兴衰，都不出这个例子啊，怎样才行？一缘就行多缘就分裂啊，所以我们中国1300年前少林寺上这块碑，三教九流混元土，混元就行啊，不分我们都是一家啊，和睦相处，互相尊重，互相敬爱，互相关怀，互助合作，这兴旺世界可以兴旺，世界可以达到长治久安，要统一啊，族群一家人，宗教一家人啊，宗教文化族群国家族群通通混元成一体，这世界兴旺了啊！能不能做到呢？能，用什么方法？用教育。所以教学为先呐！啊，不靠教育，没别的办法。教育啊，要找根源，为什么呢？那是统一的源头啊。以佛教来说，佛教的根源是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佛教没有分裂统一的啊，49年所说的一切法，后人把它分的分宗分派啊，佛在世没有分呐、啊，啊，就像什么呢？像一个大家庭。哦，
这个夫妇父母啊，养了几十个小孩啊，古时候大家的是这样的，一夫多妻制嘛。啊，我们中国皇帝，中国老祖宗，皇帝四个妃子，25个小孩。啊，小的时候都在一起，都生活在一起，没有分省啊，兴旺啊。啊，等到小孩长大了，每个人娶妻生子都离了婚。分居了，这就好像各个宗派啊鼎立了啊，还是互相往来啊，没有什么大的意见，形式上呢是分家了，没有小时候在一起生活那种感情。啊，这就是跟源头相比它降一等了。啊，那么再降一等呢，彼此之间就有不同的意见。这衰相出来了。啊，有不同的看法，有不同的想法。这就衰了。啊，那摔下去之后，从不同的意见就产生了不同的争论。啊，彼此不能包容。啊，有互相争论。啊，再其次的从争论就变成斗争，各个不相往来啊！现在就变成各个不相往来啊！佛教团体这些寺庙啊，有大的聚会邀请大家见一面，平常不常往来，而且犯了佛的戒律。自赞会他啊，宣扬自己的好处优点，批评别人啊，自赞会他啊，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啊，跟别人争信徒那就摔到基础了，摔到基础就接近灭亡了。啊，佛门自己互相斗争了。啊，外面人民看到了，互相斗争，佛教好，哪一个好？他说他好，他说他好，啊，都说别人不好，我跟谁学？这问题出来了啊！那我们认识佛教之后，心里面真的想学。汪东梅先生告诉我：“你真想学，佛经哲学不在寺庙，那不在寺庙在哪里？在经典啊！”他教我一个方向。你到寺庙去找经典看，因为那个时候书店里买不到佛经啊，佛的经典只有寺庙有啊，你自己想得个一本要到寺庙去抄经
大藏经它不外借的，普通宣传的小册子可以借给你看，看完了你还回去。大藏经不能出门，只有在他的阅览室里抄写，这个可以。啊，那么现在方便，现在有影印，啊，就不要抄了。以前我们抄很辛苦啊，啊，抄一个早晨，大概能抄到20页。啊，所以非常辛苦，得来真不容易。啊，现在是非常方便，这个得力于科学技术。啊，我们还是要大量的翻译，大量的流通，让有缘的人通通都能够接触到。啊，这是我们要干的事情。啊，没有想到，虽然是无着物事，这些高科技东西很新鲜，我一定要利用，不利用太可惜了。啊，极乐世界没有无著，故云清净；没有变异，故云安稳。它没有变化，我们这个世界变化太多，谁不想求安稳？我读古圣先贤著籍传记，啊，看到他们住在一个地方，啊，一个山上，一个道场，几十年不出门，非常羡慕啊。我到日本比丘山去访问，我都不想离开。啊，日本佛教13个宗派的祖师都在那个山上修行。啊，我请教这里面的法师，过去这些祖师大德在那里修行，最少住在山上多久？他告诉我13年，最少。住的最久呢，30-40年。被信徒请去之后，他就建立一个宗派，13个宗派都是北岳山出来的，所以他们称这个山佛教的母亲。啊，早年老师也教过，他也希望我能够找一个地方常住，不要动，我们没有这个缘分，没有这个机会。啊，几十年，全世界到处流浪。啊，哪里请哪里去，教东西也不固定，这个地方人喜欢这个经，那个地方喜欢那个经，他要求什么我就讲什么，所以讲了大概也有70-80部。这就是不安稳呐。1977年，我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，那一年好像是50岁。
如果那一年何再林老居士就把六合院给我，我在香港就不动了。他那个时候没想到，往生之后他才想到，嘱咐他的夫人把这个地方供养给我，很难得他的夫人没有违背他的心愿，找到我了，把这个地方给我。我到85岁才定下来，刚刚好也拿到香港永久居留，我再都不想动了，流浪一辈子对于安稳看得很重啊！不想过动荡的生活，安稳第一了，人安稳第一，家也是安稳第一，过也是安稳的呀，希望不要有动乱，我们能够在此地安心学习，讲经念佛，求生净土。沉沉不思议，故云微妙，永离身心道，故云快乐。今天乱世我们还是可以过安稳的生活，为什么不要去听，不要看？我50多年没看电视，没听广播，没有看报纸，报纸杂志通通都远离了。世界动乱是同修们来告诉我的，我不知道，所以我知道的很有限。同修们每一个星期把这些报道大标题写在一张纸上给我看，所以我只有一个概略的印象，怎么有这么多事情，怎么这么混乱，每一个人知道的比我多，我需不需要不需要知道，知道这个大概够了，不需要再看内容，警惕我，警觉我，叫我赶快念佛，一定要把往生极乐世界这桩事情做好。如果没有这些警策，可能把往生世界的事情忘掉了。每个星期他们把这一星期的报纸头条新闻呢告诉我，让我有警觉心，让我增长出力心，我很感谢他们。我每天读经就是读这个注解，一遍一遍的细心去读，每一遍都有新的发现，我用小字写在经本旁边，他们特别给我做经本，用荷叶装订，
自放大了。啊，我写东西方便，这是我的日常生活。念念没有离开佛陀，心心与阿弥陀佛相应，这就叫做佛事。每天干什么事？干佛的事情。啊，佛事就是真正的道场。世尊当年在山林水边，无处不是道场。啊，不需要宫殿楼阁，不需要啊。啊，修成了。宫殿楼阁，随心所现。啊，真正是万事万物心想事成啊！啊，读书享福，不读书就不享福了，把佛忘记了。啊。楞严经大师之圆通章，忆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，这是我们的佛事。一切时一切处要向佛，要念佛，与佛感应道交，这就对了。啊，又按往生论，如是种种，悉为一清净句之所现行。啊，这一清净句是什么？我们都念得很熟了。清净智慧，无为法身。这就是清净句。再说得清楚明白一点，这个清净句就是阿弥陀佛名号啊。这个名号是从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流出来的，所以念这句佛号就是念无为法身，念清净智慧。清净智慧是慧，无为法身是福报福德，所以念这一句佛号啊，福慧双修啊，而且福跟慧都达到登峰造极，究竟圆满，没有比这更殊胜啊。净宗同学对这一句佛号真正认识清楚不多，所以虽念佛功夫不得了啊，他没有那种亲切感，真搞清楚搞明白了。要怎样才能搞清楚搞明白，那就是这一部经，这一部注解要熟读啊。什么时候读？先读，因为搞清楚之后念佛，句句佛号有力量，没搞清楚这个佛号力量不足，
就先看这个注解啊，看多少遍？30遍啊，至少要看30遍，你真清楚，真明白。啊，如果不看书呢，听讲也行。啊，听我讲经的这个录音，现在他们做的随身听的录音，啊，一部就可以了。听完了，从头再听，听30遍。真念佛了啊！30遍是听讲解，读注解，读30遍啊。然后呢，不要读注解了，你信心坚定了，你真的认识了啊。注解讲经就是帮助你这个事情，真相信，真正发愿。然后你每天念佛读经啊，读经不读注解，就是读汇集本啊。要读多少遍呢？希望一天能读10遍啊。这经不长，念熟了之后，从头到尾背的时候，背一遍大概40多分钟啊，一天背10遍，剩下的时间老实念佛，把一切通通放下，不要再理会了。啊，世间法放下，佛法也放下，你会得定。啊，这种方法就是戒律、规矩。啊，你心真定下来，没有妄念了。2-3年，念佛三昧就得到。得到念佛三昧，还是这样做法，绝不舍弃。啊，每年念无量寿经10遍，再完全念佛后，不定什么时候大彻大悟。明心见性，你开悟了。这一开悟啊，所有佛的经教全通了，不可思议的境界现前，全通了，全明白了。啊，这个时候出来教化众生。啊，事法佛法全通了。啊，所以往生论在此地做个总结，如是种种，如是种种是说上面所说的。三种自在呀、啊！舍自在，衣自在，居住环境自在。啊，习为以清净具之所显现，你清净心变现出来。啊，如上种种不思议受用之物，悉皆应其心念，力皆显现，故曰应念显现。
这是我们一般人所讲的心想事成。你想什么，它统统现前。通通圆满了啊，住受用无圆居万德，无欠无余，故曰无不具足。所有一切受用之物圆满具足，自信上的德能称为万德。万不是数字，代表圆满啊，圆满的大德，圆满的大能。啊，没有欠缺，也没有多余，恰到好处。啊，这叫无不具足。这一品受用具足，我们就学到此地。下面第二十品，德风化雨。念老有个简单的题解：圆明具德之风，所以称德风啊。妙化飘聚如雨，所以叫化雨啊。化雨不是雨水啊，是妙化在空中从上往下坠落，称为化雨啊。这个化雨你看得见，你摸不住，非常之美，空中的庄严，落到地上就不见了啊。如果你希望这个花落在地上铺个花毯，真的它就铺成花毯，你不想要它的时候全就没有了啊，就不见了。彼国啊，彼佛国土风华香光，先祖佛寺，佛寺帮助人开悟的事情，帮助人得定的事情叫佛事啊。这些现象都能帮助你证得念佛三昧，都能帮助你大彻大悟啊。你知道相有利有，啊，事有心无啊，所以对于一切现象赏心悦目而没有执着啊，不会生占有的念头啊，不会生起控制的念头这就是真实智慧，增长道心啊，提升修学的境界啊，自然增长的不可思议。本品显极乐世界德风化雨之功德庄严。我们看经文第一段，
而得妙音。其佛国土，美于世事，自然得风徐起，吹诸罗网，接中宝树，出微妙音。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。这一段经文说的这都是极乐的享受啊，极乐世界的享受，耳的享受啊，耳的上听音乐，西方极乐是音乐，没有中断的啊，你想听什么，他就演奏什么。啊，那么演说的是在讲它的内容全是佛法啊，帮助我们化解烦恼习气。在西方极乐世界还没成佛，人有没有我念？没有了。有没有我的行为？没有了，统统都断了。可是无始无明烦恼的习气不容易断，也没有方法断，必须是长久的时间，它自然没有了啊，习气自然没有了。长时的时间在极乐世界天天用佛法熏修，那我们就知道对于断无始烦恼习气，时间会缩短。啊，没有这些熏习，要让它完全自然断，大乘经上佛说需要三个阿僧祇劫，就叫三大阿僧祇劫啊。三大阿僧祇劫成佛不是普通人，普通人是无量劫，三大阿僧祇劫是摄明心见性，生到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土，还要经过三个阿僧祇劫，你才能成佛，是这个意思。啊，那我们相信极乐世界菩萨成佛，可能不需要三大阿僧祇劫，时间会缩短。为什么原因？我们看到十方世界诸佛刹土里面的地上菩萨，就是明心见性的菩萨，很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。华严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华藏世界41位法身大士，文殊普贤率领这些人到极乐世界去参学，去拜阿弥陀佛，向极乐世界学习。啊，这为什么？如果极乐世界不能把三大阿僧祇劫缩短，他就没有必要到那里去。
啊，出这桩事情，我们想不出理由啊。啊，这就是极乐世界的殊胜处。啊，这么多化身菩萨都向往极乐世界，都希望去参见阿弥陀佛，必有原因的。啊，德风华语就是给我们一点启示。啊，所以他那边六尘说法永无间断，完全熏习在佛法之中，那个习气断得很快。啊，所以这些化身菩萨都喜欢到极乐世界去。啊，这都是内行，不是外行人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妙语内容无量无边，给我们提示一下。言说苦空无常无我，这是小乘；住波罗蜜，这是大乘；世尊所说的一切法，想听什么，通通能听到。啊，右面这一段说风，后头有一段呢在说雨，雨花得风见位高丽藏本啊，常见之龙藏本做得风啊，得是的得。那么这两个得字意思可以通啊，所以它不是错字啊，道德的跟德士的德古时候可以通用。无一本呢，是亦非世间之风，亦非天上之风，都八方上下啊，八方上下就是十方众风中尽的一切风，风里头的精华，正如首楞严经中如来藏中性风真空，性空真风清净本然，周边法界啊。楞严会上释迦牟尼佛赞叹六尘啊，赞叹七大啊，全是从自信流出来的。化身菩萨的境界啊，我们凡夫所感触的不是从心生的，是从识变的啊。我们能够接触到六尘境界啊，眼见的是色，耳听的是声啊，色声香味触法是阿赖耶变现的啊，地上菩萨啊，化身菩萨，他们用见性、见色性、闻性，闻
深信啊，比修信修问心啊，相信舍对问心啊，除对深信，它叫明心见性。那这明心见性是什么境界？这里透了一点信息啊。那我们今天的心不明，我们的心被染污了，染污的根就是自私自利啊，执着这个身生活啊，六种根，我的眼根，我的耳根，都要加个我的啊，表示执着这就是六道众生啊。啊，真正契入佛法的人，这个执着没有了啊，他们口里头心里头只是六根六尘六识啊，这是自然界的现象，绝不执着为我有啊，那么他的心就清净。我们执着一切都是我所有的，我们的心染污啊，染污的心轮回心，执着一切善法，修学善法，来生三善道，受报。执着一切不善法，来生三恶道受报啊，生生世世一切受用，一定要知道全是自己念头所生，这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千万不能够怨天尤人啊！怨天尤人就造罪业了，错了，那我们受的果报更重啊！不怨天不尤人，知道所有一切业因果报都是自作自受啊，我们就受，他也清啊，也很容易把它报完了，报完了你就离开了啊，无一本，八方上下了，众风众景，自然后悔化生，这个风呢，不寒不热，常和调中时，甚清良好无比啊！这个风吹在身上舒服啊。我们这个世界现在整个社会乱了，气候也乱了，那古时候从他们诗词歌赋文章里面我们所看到的春风，没有人不喜爱
啊，极乐世界所吹的风全是春风。啊，我们这个世界现在四季乱了，啊，南方热带，热带只有两季，雨季、干季，他们分两季。啊，佛陀当年出现在印度，印度是热带。啊，雨季三个月，佛允许出家人不出去徒步。啊，因为雨季行动不方便，接受居士们的供养。举行下安居。啊，这香干举就是现在所说的静修教育。啊，佛事没有现在这些传播的科学工具。在佛陀身边学会讲经的通通都要到外面去宣讲。啊，四面八方，所以学佛的人很多，他们去教我。啊，这种情形我们今天在斯里兰卡看到。啊，斯里兰卡法师经常到外面去讲学。啊，特别是星期学校几乎是他们包办的。啊，这是出家人对社会的贡献。啊，那么有的时候这四面八方，啊，方圆几百里的地方学生去教，常住在那边教，每个月的雨季呢回到释迦牟尼佛身边接受再教育。啊，佛帮助他们在提升。同时呢，这些人回来之后互相学习，教学当中遇到的困难，啊，这些状况通通可以提出来研究讨论。啊，来大家来商量，特殊环境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对治。啊，所以这三个月进修帮助自己道业上提升，智慧上提升，善巧方便上提升。这是正确的。啊，现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，大的公司、跨国公司常常举行进修教育。为什么？怕的你赶不上，科学又新的东西出来。啊，所以高级干部的时候一定要来学习。啊，一个星期、两个星期，学习最新的东西。啊，他们这才能跟得上。啊，这种进修教育佛在2500年前佛门就开始了。啊，能够讲的就鼓励他出去讲。啊，讲了几十遍回来再学。啊，教学相长。我们这个世界
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有大善财啊，有小善财啊。大善财啊，就是风财、水财、火财。啊，风很厉害。啊，第一个火灾，火能够烧到初禅天。啊，所以初禅天有火灾，有水灾，有风灾。啊，二禅天火烧不到，水淹到，水会淹到二禅天。啊，三禅天里面只有风灾，水灾、火灾没有。四禅天这个三灾都没有，所以四禅叫福天，有福报，它不受三灾。啊，初禅三灾都要受，二禅只有水，只有风，三禅只有风，没有水火。啊，极乐世界永远没有善财。这叫福地，这叫安稳。啊，那么小三灾里头，佛说了，第一个是战争，刀兵劫，啊，第二个是饥荒，第三个是瘟疫。啊，那么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刀兵劫就是战争。战争时间多长呢？七天七夜。战争之后有七个月七天。瘟疫，瘟疫之后有饥饿，饥饿是七年七个月七天。这佛在经上告诉我，过去我们跟日本打了八年抗战，不是七天的，那不算。到原子弹投到日本，我们恍然大悟。佛讲的小三灾是什么？核武战争。啊，你看核子弹爆炸地方，我去参观过，广岛、长崎我都去看了。啊，我在博物馆看那些照片，当时照的照片。惨不忍睹啊！爆炸之后，受感染射辐射的这些人，要熬过七个月七天，他还能活着，那存活下来。那就等于是瘟疫啊。瘟疫是指这个，不是指别的。啊，借着土地上被海主炸过之后，寸草不生，炸这个地区，那人怎么没东西吃啊？这都挨饿啊！真的，七年七个月七天，
我到那个地方去看的时候是第九年，地上生草了，啊，有小树了。佛说的小三灾就是黑无常灾，人祸不是天灾呀。啊，大三灾是天灾，小三灾是人祸。啊，我们没有到日本去的时候啊，这个小三灾就不懂啊，怎么想也想不通啊。刀兵劫战争只有七天，七天算刀兵劫啊，没法子想通啊。到日本去广岛长崎一看，完全明白。这个战争不能打，这个战争非常残酷，啊，那么最近爱因斯坦附体给我们偷的消息，他忏悔，啊，不知道发明原子弹后遗症这么严重。当时他没想到，啊，换一句话是，这种东西是不应该发明。这个东西发明了，地球上才会有小三灾。啊，没有这个东西，就不会有所谓小三灾。小三灾全指这种事情。啊，所以有人问我，制造有没有罪过？当然有。爱因斯坦说得很好，下达命令制造。制行制造的，干这些事情，啊，将来用这个下命令使用核武的，以及制行去投弹的，通通跟他受同样的罪苦。啊，在无间地狱，地狱叫什么名字呢？核爆地狱，炸谁呀？炸自己。啊，自己感觉就在核爆爆炸当中。他说，全身每一个细胞感受几千度摄氏度的高温而烧烤，没有停止的。这个弹爆发之后，你被炸死了，你感受那种痛苦，啊，整个身体分离，啊，地狱的风一吹又吼过来。又一个弹炸下来了，永远没休息。所以他说的，他的地狱，所有地狱当中最苦的，没有比他更苦的。希望大家不要干这个事情。啊，我们相信这个信息是真的，不是人造出来的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